但系我得我右边得噶，成日得我，但我爬个试下先。哦，上咗边啊？上咗边啊？好狠啊！什么东西？哇操！你看看的，马上就学了。哇！炒到齐好快啊，好快啊！天家佬两波上到一百，哇！再见啦，后面。哇西哇西哇西，香港小波子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唔知各位台湾实况主有冇睇紧，所以等一下的，所以等一下的策略是什么？无形海放还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挖野奶图，几粒白加夸几阶？我一生一世都要做一个很棒的人。哦，我一生一世都要做。所以再重复一次吧。挖野奶图。挖奶图。挖野奶图。挖野奶图。几粒白？几粒白？加外几年？加外几年？哇！最后波位先，哎，入错波，不过我翻嚟啊，波位，拜拜，波位。哇！再见啦，波位。哇！姐姐。怎么回事？你在搞？一定是有人开 F1 放送事故。等一下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逃跑了，是这个直播区不让我开。等一下，我重开。系 A2 马上入咗嚟啊 ，A2， 但佢又 not ready 喎。定系我应该转赤城咧？我呢个场我真系未玩过啊。不要自存啊，撒大咪呢啊 ？OK， 啊，这是我第一次玩的地图啊，放水啊，大哥啊，大哥，哇，赢了1330几级 ，What the？ 我看到了什么？他赢了1000多次啊！我怎么玩啊？我觉得我死定了。突然间，这个台变成了普通话台。一起不好普通话。第一个跳坡点超哈车，应该可以吧？我没有了！哎呀！推超了可以点差点。跳坡。刚好在他视角上，嘿，哎呀，崩我楼！他挡住我的本地人路线啊，高手过招，佢都唔让噶嘛，原来啊，还有两个，哎，不是三个，中间好像也有一段可以，有两个，中间有两个，哎，我都唔可以再太中艺落去了，系，我睇嚟我要认真地冲落街啦。不过他有让到我咯，佢有减速我 feel 到，佢绝对有减速，啱啱。他有翻水的，我看得到。他翻的水好多，路面都湿了，我也湿了。系啊，佢放水放到我都湿晒啦。哇，整翻你先啊！放水，诶、欸，飞。多谢你放水，带我哋一齐上咗山。太有啦！玩紧乜嘢啊？我在玩什么？开始送上山了，一起上山了。刚才只是表演赛，是个表演。哇！丢出去了。哇！我又俾人佢，我睇紧啲乜嘢我？咁呢度有路行，我试下先。我唔得嘅，喂，点解？哦，会唔会传？他去哪里？他去哪里？那边没有路的、啊。我唔得嘅，喂。他出现。佢啱啱行飞道啊，喂，佢系 Mario 嚟啊，佢系 Mario。啊，突然间。
去了水管，我要试一下先。哇，我也行，哎呀，哇，好多路可以超级劲喎，好似啱啱好似可以都可以飘出去噶喎。我又试一下先，等我试下吓佢一跳。哎呀呀呀，我吓自己一跳添。他没做。冇事，滴滴。你怎么自己跑那边？没有想爬上去，想爬上去。得唔得？系我得，我右边得噶，成日得我，但我唔爬个试下先。哦，上到嚟啦，我翻过嚟，等边。边有冇捷径咧？呢边好似冇喎，唔系有喎。呢条路真系落，喂，呢个墙真系好多捷径噶喎。喺个小地图，即个地图啊，很好玩啊。冲啊！去下面。你点解唔得嘅喂？他怎么不见？看飞小白。等阵，我哋试下先。他怎么在赛道外面？我以为可以飞进去，不行，飞土坡吧。睇嚟都系要等下大哥带我飞。哦，佢又超劲啊！佢又飞翻嚟啊！佢，喺度跳。冇错，好想学下佢添。大家觉得这个游戏不单止这个速度，最后一个，他也会，他也会，他怎么会的？奇怪，最后一个好玩，他也会，我叫三跑，我都可以啊，看到没有那个啊？看来人家做过功课。有乜直转埋去咧？他刚刚那个飞车吓到我，他从头顶飞过去，真的有被吓到。咁我成日喺度留意咧，个路面边个位置可以学佢咁样直飞埋去。哦，完了，大哥，哦，真大牌，好玩，这个地图有趣。我给十个赞。他说他给这个地图十个赞。十个赞。我哋翻嚟啦，翻嚟广东话台啊 ，OK。大家应该听够咗我嘅普通话啦，系咪？你冬瓜应该煲到烂啦，虽然输咗，但系好玩。我啲飞车技术。